也不能光靠长相吧，这总人总要，也不能坐在那儿傻说吧。啊，是推出去了吗？退了吗？退了。哦，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回来了。好不真实的感觉，一下感觉离很远。我们准备开始喽。哎呀，我的板子。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三妹说亮话。啊，当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还有喜爱。节目的一开始，请到了大家最喜欢的亮亮教授，教授午安。啊，三妹好，欢迎三妹在纽西兰再次直播。那的观赏的网友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还要按小铃铛，谢谢。是的，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也谢谢大家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对我的关心还有关爱，三妹都有收到。当然，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也是准备了一个重磅的话题，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我相信上一周大家都在聊王毅还有这个沙利文在维也纳的会谈，当然大家非常关心他们10个小时的会谈。对于俄乌冲突、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乃就是亚太地区，会不会有一些重大的影响？所以说，今天我们一一来分析。首先，我们从俄乌战争方面来看，就最新的一个消息显示，中国特别代表李辉现在是已经抵达了乌克兰，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是不是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调停动作了呢？包括有说他会在16号到17号这2天对于乌克兰进行这样的一个访问。除了交战双方，剩下的几个国家分别是他会去到波兰、法国、德国，最后一站是俄罗斯。同时，就这样的一个事件，想请教一下教授啊。突然，昨天泽连斯基多了一趟行程，他跑去了英国见了苏纳克，这个行程在之前是没有的。但这个时间点呢，就恰逢中国特使李辉要去到乌克兰的那一刻。所以说，您觉得他去到英国这个动作，再加上李辉大使去调停这个动作，觉得中国斡旋的和平曙光大吗？我觉得这个要分好几个阶段嘛。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公布那个12点的和平立场文件嘛，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习近平去了莫斯科，然后跟泽连斯基打了电话啊。那现在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派出特使啊，是。到关键的相关国家，那做聆听的动作，收集这个对方。可能可以做一定的，就是了解对方的立场啊，那这个谈判这个立场已经不是仅止于比如说这个马克龙去北京啊，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泛泛之谈嘛，那现在再次去法国就要谈法国的底线啊，那大概可以接受的方案是什么啊？所以我认为啊。李辉这一趟主要还是聆听大家的基本对于这个谈判方案的立场因为他是各国分别拜访你刚刚讲到了说所谓折冲，那个一定要大家聚在一起谈那这次并没有聚在一起谈这样的场合嘛，不过你可以看到他所设定的未来要进场表达意见的国家。就是法国、德国、波兰，那俄罗斯跟乌克兰，那未来可能还会包括中国跟美国啦，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往前面再拉，从习近平主对。席跟普京总统通话开始，到中国特使李辉去到乌克兰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中国应该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中国的这个发言人在前2天就公布了中国特使李辉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就想说，那中方一定是非常的，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应该是做得非常的 OK，才会这样如此的斩钉截铁的公布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们就说，因为大家还都没有聚在一起，所以说还应该只是搭建一个平台，或者是投石问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能立即的看到一些效果，对吗？我相信中方应该做了很多功课啦，因为包括双方大使，还有这个驻华代表，一定都有事先的接触啦，一定都有了啊。
那李辉他本来就是俄罗斯、乌克兰跟东欧的专家嘛，啊，所以他对各国的实际的状况，还有到目前为止的发言，我相信相关的情报也都有收集了啊。现在只是说已经进入了要双方要提出具体方案的时刻啊，那所以你总是要走这一趟啊，可是你不能够一下子就要邀大家来做多边的一个谈判嘛，所以他在那之前呢，还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先个别的各国先拜访啊，那我是有所准备的，那我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举例啊，比如说他如果去法国，那法国肯定就会跟他讲一些这个有关相关的细节。法国对于现实的评估嘛，啊，因为我跟你讲啊，这背后有一些数字，大家是瞒不了的啦。比如说哈，那个我们看到 G7 的财长会议通过要给乌克兰的援乌的，到明年2024年初的预算，就只有440亿是美的，元哦，这个事实上远远不及去年的三分之一啊，远远不及啦。那这样你要打到底吗？这个我想，你从这个援助你就知道不可能打到底啊。那还有另外，比如说提出说要跟国际货币基金来商量，是不是可以给乌克兰一个贷款啊？那4年的贷款竟然只有156亿，156亿美元的4年贷款呢？乌克兰的重建至少要5000亿美元啊！那你提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觉得谈判就不是在讲立场的啦。比如说啊，你比较同情乌克兰啊，那我还是支持乌克兰到底啊。你讲这个就没有用了啦。你具体问的就是，你到底要如何面临未来6个月的局面啊？就是这么实际的东西啦，就是你认为未来6个月怎么走啊？那现在已经不是在谈立场了，现在谈立场意义不大了。你谈立场，那我们讲目前，我们看到德国做了最近又一批给乌克兰的一个军援嘛，是是的，27亿欧元嘛，对最不对大啊？的一然批。后英国也给了乌克兰长城的飞弹，可以射250公里啊。那27亿欧要打几天呢？啊，那长城导弹可以射250公里，请问你给他几枚呢？啊，现在已经不是在谈这种问题了啦，现在是在谈说你认为未来半年要怎么走？啊，那半年如果你认为还是有需要来安排停火，那相对的条件是什么？啊，当然，这个法国跟德国一定会帮乌克兰争取条件嘛，就说你要尊重人家的领土主权完整，这第一条啊。可是，在第一条，要具体如何落实呢？你要叫俄罗斯全部撤出吗？那这个恐怕也距离现实很远嘛，啊，那更何况乌克兰还说要撤出克里米亚来，对不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恐怕不能够只是在重复你的原始立场啊，而是说你要解决问题，那未来半年你认为要怎样的方案比较可能敲出各方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一个框架，大概是这样，哎，所以说从中国特使李辉还没有到达乌克兰之前，泽连斯基的这样的一个外访动作，可以看得出来，应该算是他要在开展夏季大反攻之前的最后一波努力了。从非参对。战权重方对他的支援来说，应该也是最后的一批比较大的一个军援和金援了。之后的话，大家就等着中国入场收拾这样的一个局面。上面我跟你讲，泽连斯基已经很努力了啦。我说实是。在，作为国家领导人哦，那你还能怎样呢？对不对？我们看他去了德国、法国、英国，然后我还有甚至跟教宗又见了面，希望争取舆论的力量嘛。我认为他能做的大概都做了啦。可是你也知道，这个 G7 财长会议那个资源，我相信他心里有数啦。那个是远远不够了啊，然后美国你也知道嘛，从6月开始，这个众议院就是共和党主导了嘛，
那共和党要通过任何新的原屋的一个方案都要逐笔审查，所以这个在效率上一定会比去年要差很多啦，因为拜登手上也没有钱的啦，我们讲白了啦，对，拜登现在去年的那个钱到五月底就全部用完了，任何新增的援助乌克兰的军事还有经济的预算都要经过新的国会来审批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拜登他可以不经审查给乌克兰的钱啊，就是一次给5亿美元那一种啊，最近不是他也给了台湾5亿美元吗？你记不记得 Samia 啊？对，你知道拜登已经给了几次了吗？拜登已经给乌克兰给了37次哦，加起来很多嘞。所以拜登能够给的那种不用经过审查的，经过总统的行政裁量权给的及时的军援，已经用了37次了。是，那他还能怎样呢？啊，所以我是觉得很多现实因素大概都要浮上台面了。那李辉就是要综合中方所理解的所有的现实条件，然后希望跟法国、德国、波兰、乌克兰跟俄罗斯就现实面，大家在下半年要看怎么做，要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做法了，大概就是如此。好，刚刚呢，我们也是大概的在谈乌克兰方跟支持乌克兰的一些军援国和金援国，但是我们是不是少谈了一方，那就是俄罗斯。那综上所述，俄罗斯现在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啊，我要反攻，我要拿更多的筹码。那现在这个对于普京来说，你觉得他收得了手吗？我本来海参崴这一段要放到后面来讲的，我想把它先提上来讲啊，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是放在这个时间点，对于中国在163年之后再度开放海参崴这个事情，值得拿出来，很就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来看到这个是中国海关署有宣布说，中国要增加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就称海参崴为内贸货物运输口的中转口岸。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黑龙江它的这个出境口岸的内贸货物，它其实海参崴对它有开放。这一次呢，主要是让吉林在百年之后重获出海口。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对于大家来说，在我相信，不管是在外媒还是中国大陆的媒体，都一下炸开了锅。想请教一下教授啊，您觉得在夏季大反攻之前，俄罗斯做了这样的一个，你说它是形式上的对于中国的大力好了也好，还是实际上的大力好的动作也好，那你怎么样看普京现在对于中国的这个示好？我觉得俄罗斯是在争取中国协助开发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先表达他的善意了啊。那这个海参崴这个港口啊，如果吉林，我觉得就我们讲的这个。相关的城市了，你们应该是念珲春吧，是不是啊？就吉林周边的那个城市啊，还有纽芬那个绥芬河啦、一线的货物啊。哦，是。我跟你讲啊，吉林省本来是没有办法出海嘛，它必须要绕到辽宁的大连，你知道吗？哦，走那有多远啊？你想一想，那有多远啊？对啊，吉林省没有出海口嘛，因为如果海参崴这个地方不能出去，那接下来都是北韩啊，那北韩也不是能够自由进出的地方啊，所以他就必须要一路往下，一直开到辽宁的大连港，然后大连港要绕出去，你知道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嘛？大连出去，然后要往下，然后到韩国，然后绕出去才到日本嘛，对不对啊？那如果海参崴可以直接出去啊？他就可以直接到日本啊，对啊，那稍微往下就到了韩国嘛，啊，所以一般估计这个他到这个出海口只有200公里啊，我讲海参崴啊，是，那如果是到大连是1000公里啊，这光是运输费用就少了800公里，是，所以这个当然有巨大的作用嘛，这个我们讲巨大的作用就是说，可能这个本来吉林省啊，还有黑龙江啊。他们有一些可以出口的东西啊，那本来是要出口到日本跟南韩，它的运费就会大为减少了。
这是很明显的嘛，啊，那但是内内贸本贸来它就最有后了，要我还认是为要东回北的到，东西，内贸它最后还是我要本回来是到要大透陆过啊，辽宁下来啊，才是，能够通到就东北以南就华北嘛，对不是，对啊？那个是内贸的部分了对，啊，内贸。我觉得内贸影响不是很大了，主要是外贸啊。那外贸你也知道，像我到日本的时候，我就发现日本有非常多的农产品都是中国大陆出口的，那我相信它大部分都是从大连港运出来的对，啦，所以你现在就省掉了那一大段路嘛，所以这个对东北的出口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利多了，可以这样说了。事实上，这个俄罗斯宣布了，不只是海参崴愿意作为内贸转口港啊，他还讲了另外一点啊，就是有关那个这个我们讲中国大陆到西伯利亚的那个天天然然气的气管管道，线，它就要直接开始运营了啦啊。那我们要知道啊，就是俄乌战争事实上开通了好几个地方啦，这个海参崴是最近的宣布，就是作为吉林省跟黑龙江省的一个内贸转口港啊。是，那事实上还包括黑龙江大桥的开通，哦，对。然后还有这个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第二条线的开通，就直接拉进东北那一条啊。然后还有中吉乌铁路的开通，这个如果没有俄乌战争，我认为都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俄罗斯把这个当做他的地盘嘛，然后他对中国大陆颇有忌讳啦，我们讲白了啦，因为历史上可能跟俄罗斯有比较长久的地缘政治冲突，而且曾经打败俄罗斯的可能只有来自中国大陆这一边嘛，那当年当然叫做蒙古帝国啦，你知道吧？对，啊。那还有清朝啊，等等啊，所以他是很有忌讳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看从昨天嘛，前天开始开的这个中亚高峰会啊，这个跟俄乌战争也有关系啊，因为中亚共和国普遍是比较同情乌克兰的啊，因为他们都是前苏联共和国，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是俄罗斯打中亚嘛，尤其是哈萨克。因为哈萨克北边呐，是驻俄罗斯裔啊，是，这跟乌克兰的顿巴斯是非常像的，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俄罗斯裔会不会有这个里应外合的现象啊，所以哈萨克也非常害怕啊。那你也看到美国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做工作嘛，对不对？美国不断飞到哈萨克啊，鼓励他做政治变革啊。远离俄罗斯啊，等等啊，所以俄罗斯与其让中亚各国倒向美国跟西欧，那不如就让中国的经济力量进来了，所以中国大陆算是俄乌战争就周边的地缘政治利益啊，我讲的是俄罗斯周边是最大的获利者啊。我刚这样讲已经讲了多少个东西了啊？你从俄乌战争开战之后没多久，您就一直这么讲，是啊，是，你这个中亚现各在国就是看得最出近的一来个有集中的实力表现了，嘛。然后上海合作组织也要扩大成员，对对。不对？这个都跟俄乌战争有关系。那上海合作组织又会这个我们说是投射到金砖会员国，今年8月要增加会员啊，这全部都跟俄乌战争有关系啊。所以我坦白说啊。美国下错棋啊，是下错一步，然后全局都错了。因为这个本来是一个地区战争啊，是，如果美国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全球的抵制啊，说结合欧洲来抵制俄罗斯啦，然后把日本、韩国也都卷进来啦，那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区域战争，就说俄罗斯你跟乌克兰你们自己搞定就好了嘛，你知道吧？那就不会联动出这么多因素啊！是。可是因为美国把它上纲为全球性的冲突啊，然后结合了48个国家来制裁俄罗斯嘛，而且用金融制裁，结果不但现在大家对美元资产感到害怕，然后俄罗斯也使尽全力了，
要想要突围嘛，对。那他突围的首要对象就是跟中国背靠背，要互相力挺嘛，是。所以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的现象，这样。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像刚刚提到的黑龙江大桥那么久都没有通车，去年嘿突然修好了通车了，也是觉得很奇怪。然后这一次这个海参崴的事情，大家重点去关注一下，因为它上就是北边这个部分，就是中国的产粮大地，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它以后的这样粮食出口，对于中国东北的经济来说是大大的利多和利好。但是有人说，军事上的作用其实也有，包括有人说，如果是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被海上被美国封锁了的话呢，中国可以从这个海参崴这边出来，走北极航道，这样来打通。所以说，未来您觉得这个海参崴可能会从内贸转向外贸，甚至可能成为中国军事上跟俄罗斯军事上的一个出海口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吗？海参崴到北极航道是要到欧洲嘛？对，他就从这儿这样这跨个越过我你去。刚刚讲到了苏伊士运河跟这个马六甲马六海甲海峡峡，啊，苏伊士运河事实上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大陆的能源通道了。一般在讲能源的封锁，指的是马六甲海峡了啊，因为苏伊士运河主要是要进入欧洲嘛。那进入欧洲的贸易，中国大陆已经有中欧班列了啊。事实上，透过海参崴往北极航道再绕到欧洲，这个成本不小哦，成本不小哦。因为北极航道一年恐怕只有半年可以通航啊，并不是像那你个讲的那么圆满破冰船呢？啊。哦，那个三妹啊，那成本太高了啦，那个还是。你讲的这个都是一个万一情况的使用，因为欧洲并不乐见苏伊士运河被封了啊，因为那个对欧洲太重要了。我们台湾上次不是有一个长荣海运的船在苏伊士运河那边阻挡了半一个礼拜吗？卡住了。对啊，光是那个礼拜欧洲就惨叫啊，你知道吧？对，所以我不认为欧洲人会允许美国封锁苏伊士运河啦，这个。这个时机点早就过了啦，主要是马六甲了啊。那马六甲，中国大陆做了非常多的因应措施了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从俄罗斯拉了好几条能源管线到中国嘛，从西北，从东北，那从土库曼也拉从新疆进来嘛，对不对？然后也试图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啊，想要从那边从中巴经济走廊拉进来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试了很多条路了，那也试着不要都从中东买嘛，所以也试着要从印尼买啊，从马来西亚买啊，等等啊，就是你可以绕开马六甲，实际上方法很多了，方法很多了啊。那甚至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在印度洋也在布局啊，因为美国跟日本还有印度不是要在那个安达曼群岛那边。马六甲海峡那边，在印度洋再做个基地嘛，那中国大陆就跟缅甸结合啊，在安达曼上面的科科群岛又弄了一个基地对啊，，Coco Island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关一关扣一关呐，你知道吧？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也拼命的在节能减碳嘛，就它要慢慢的降低原油的进口啦，那发展绿能啊，发展水力发电，发展核能啊，然后电动车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的方法啦，啊，而不是想说，哎呀，我永远都要去算计你在地缘政治上怎么设计我啊，那我怎么办呢？这个当然有必要，可是终究的还是你的能源的来源要多元化了。是然后使用能源要节省嘛，大概是这一类的了，哎，对，所以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谈呢，
美国想要拉住自己的盟友，全方位的封锁。那中国当然是除开自身要发展之外呢，当然他也抓得住这次俄乌战争的机遇。可以看得出来，你就说欧亚整个大陆，大家的经济利益、经济命脉都是紧密相连的。包括现在大家觉得欧洲撑不住了。与此同时，来看看作为 G7 的一些欧洲国家会不会出现转向呢？来，大家看到啊，在近期有两件大峰会要出来。第一件峰会就是刚刚教授提到的中国中亚峰会，会抢先在 G7 之前18到19号在西安举行。那么 G7 峰会呢，是在它之后才开始举行，19到21号。这个时候跟特别妙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几组数据。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中亚五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数据，非常的逐年的都在递增，包括中国的汽车出口。从第一月到第四个月看起来是已经超过了日本，出口是全球第一了。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右边这张图带大家看到的是世界经济组织吧做的一个统计，它有说中国和 G7 主要对世界经济的平均贡献率。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一个人从2013年到2021年的整体的数量就抵过了 G7 的国家。 G7 目前来说，从之前的大概占全球的经济总量 GDP 的60%多70%吧，滑到现在好像只有40%多了。教授你怎么样看，在盟友经济成绩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之下，这一次的广岛峰会要怎么开呀？而且拜登之前还传出来说，因为美国国债的问题，他很有可能去不了广岛峰会，但他现在目前已经说了自己是要去，但是具体怎么样还是要看最后的结果。哦，拜登那个是唬人的啦，那广岛峰会本来就会去了。哦，他下。坦白说了，那个美债什么举债上限调高，那时间还来得及啦。那广岛峰会结束才21号，对不对？嗯。他还要绕去南太平洋，哎，你不要忘了。哦，对。他要去那个新几内亚啊，在你们隔壁呀。对。那还要召集这个南太平洋各国，5月22号还要在那边会面，然后才要回去美国啊。是。所以他是本来就会去了，重点是 G7 啊，美国的企图不一定能得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G7 的财长会议啊，那美国本来就想要点名讲俄罗斯跟中国嘛，是。那结果后来整个财长会议的宣言只有点名俄罗斯，然后在供应链那一块本来是要把中国写进去了啊。那结果欧洲国家反对啊，结果我们没有看到中国这个字出现在财长会议的宣言啊，没有看到啊。是。那接下来当然就是领导人峰会的宣言了啊。那美国本来有两个地方希望把中国写进去啊，第一个就是要列一个中国专章啊，就是有一个 China Chapter 啊。那目前欧洲也是不太赞成啊。嗯，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经济安全专章啊。嗯，那目前是这样啊，美国希望要点名中国，而且希望能够列出具体可行的反制措施，作为 G7 的共同主张啊。是。那欧洲反对啊，欧洲他认为他只愿意用一般性的写法啦啊，这个英文叫做General warning 啊，他只要欧洲只要提出一般性的警告，他不要提出具体的反制措施啊。嗯，他认为这样会限缩了各国的弹性啊，而且欧洲各国也不太乐见把中国点出来了啊。所以现在我坦白说了，就是秦刚跟韩正啊，跑了这一趟欧洲，做的工作有一些效果了啊。就是法国、德国、意大利不太愿意搞到这个程度了啊。那目前当然最利的就是美国跟日本嘛。嗯啊，所以这个环球网这个社评呢，事实上就是在讲这个欧洲的这个左右为难呐，还有他的困局啦啊。因为欧洲都是支持乌克兰的嘛，大家都知道嘛。可是
你就是力不从心嘛，眼高手低嘛。那这个现况，你自己要承认现实啊。那另外，你又想要跟中国往来，然后又想要 follow 这个美国的抵制中国的路线，这二者之间也是矛盾的嘛。我们用德国做例子了啊，德国的商界跟政府现在是完全背道而驰了啊。去年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是增加11%，2022年，那2021年也是增加了11%啊。然后中国跟德国的贸易啊，第一季是暴增啊，甚至连意大利啊，我们知道意大利是对"一带一路"最不满的嘛啊，可是坦白讲，这个很难怪谁啦，因为中国跟意大利签"一带一路"是2019年啊，2019年中国投资了25亿欧元，那结果隔年欧洲就爆发疫情了嘛。而且意大利也发生了政党轮替啊，一团乱。结果到了2020年，中国投资意大利的"一带一路"就只剩下8亿欧了，然后接下来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看，这个 Meloni 就提出抱怨嘛。可是这个很难怪谁啦，就说你意大利自己政局都不稳定嘛啊。然后第二个是碰到疫情啊，你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认为汪文斌已经做了具体回复了，就是说中国跟意大利有很大的空间啊。事实上，中国跟意大利的贸易额在欧洲是算非常低的了啊。那也包括对意大利的投资也不多啊。那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改善啊。那目前意大利大概只有 Meloni 所属的那个极右翼的政党啊。叫意大利兄弟党啊，主张要退出"一带一路"啊，连他的联合内阁的其他政党都反对啊，所以我认为意大利要退出"一带一路"不太可能啊，因为你照规定他是要提前3个月公告，啊，因为"一带一路"中国跟意大利是签5年嘛，签6年，5年签5年，所以是2024年的3月到期啊。所以，意大利如果要退出，就要在今年12月表达意向啊。那目前看起来可能性很低了。我认为意大利应该会跟中国会有迅速的经贸上的改善啊。而且今年大概6、7月吧，中国要办一个国际的高级消费品的展售会啊。那 Meloni 已经被邀请为主宾了。所以我认为 Meloni 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了，这个大概就是讨糖吃了，你知对，道吧？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说赶快来而投且前一资阵我他们。讲得更绝啊，那个上个月你记不记得？他讲得更绝啊，他说我们不要"一带一路"了，我们要台积电，对你对知道对，吧？啊，那个根本就是个笑话了，台积因电怎为么可能台过积去？电你也怎么想可太能多投了资意吧？大利呢？台积电当然选择的是德国啦，对啊，呀，所以我说。这个大概就是欧洲的状况啊。那马克龙因为刚刚去过北京嘛，所以摆明了他就是要当欧盟的老大。所以欧陆这几个国家，我认为法国、德国、意大利，基本上中国大陆应该都已经做了相当的工作了。所以 G7 的领导人的共同声明，我认为美国要得逞不太容易了，那我们就且先暂时观望着吧。如果马克龙坚持要做欧洲老大哥，坚持要走欧洲战略自主的道路，就看看他在 G7 当着美国大哥的面敢不敢叫板了。因为毕竟他今天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俄罗斯已经彻底成为了中国的附庸。就在突然在这个时候，李辉要来访法国了，突然放出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那我们就再。这句话我跟你讲，那倒过来讲，那法国不是成为美国的附庸吗？他的哦，意思逻应该辑可以是这么隐推。含着说，俄罗斯做了错误的选择啊，导致自己的处境变得非常糟糕嘛，那地缘政治就依赖了中国嘛，不是吗？我只那能说你不马愧克是龙如教果不公站关起来，的。你就变成美国的附庸啊，不是吗？好所以了。上面那个话要知道怎么听啊，不要听表面的啦。是哦，什么话可以乱说，但是要学会自圆其说，是吗？如果不会自圆其说的话，就惨了。好，
所以说，刚刚因为教授有提到说《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论，我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吧，敲打。欧洲的这些话啊，他有提到中欧关系的四大问题，第一个就是不必要的乌克兰心结，第二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台湾问题的危险冲动，第三个是将中欧经贸相互依赖视为风险的错误判断，第四个就是对华盛顿全面恶华战略的屈从还有依附，这个是《环球时报》的社评敲打欧洲的这几个点。但是刚刚我也提到了，你没有发现吗？这一次中国特使李辉去欧洲这几个地方，他为什么选了这五个国家，但他没有去英国？有人就说他最后还是要回到明斯克协议，就是说这几个国家坐下来谈乌克兰的安全性的问题。但是哦，我觉得英国最近蛮妙的，因为本来这个稿子没有准备跟大家讲的，但是也提一下吧。因为英国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要在本周要访问台湾，要把自己比作是这个撒切尔夫人这件事情，教授你怎么样看？现在英国经济又很差，还在搞这个叫做看不清楚自己的状况吧。这个特拉斯访问台湾，事实上英国政坛是几乎都是负评啊，是。就觉得这个是个人秀了，个人秀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实力了啦。你知道他当首相才当了几个月啊？那导致英国股市蒸发掉1000亿英镑。有这么天才的女首相，我相信英国人对她也不会期待太高了啊。是的。那目前是英国自己在找她自己的国家定位了，因为她想要回到大英国协跟大西洋嘛，对。这个很明显嘛。可是你可以看到，她在大西洋永远都只是美国的小弟嘛，那大英国协坦白讲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啊，所以。英国今年的经济相当不好了，我说实在啊，是，那照他目前这种搞法，我认为未来问题还是很大了啊。就是你大西洋，坦白讲，欧洲的真正的斗争就是你到底是大西洋联盟还是欧洲大陆啦，就是这个问题了啊。你刚刚讲了四点嘛，那四点事实上总的就是最后那一点最核心了，就是。华盛顿提出来的大西洋联盟的战略，你要不要继续追随啦？啊，是。那因为华盛顿提出来的就是大西洋要结盟嘛，所以我们就透过北约，然后不止来这个制裁俄罗斯，而且来围堵中国嘛，就是这样嘛。那欧洲如果你要只站在欧洲大陆的角度，要自己站起来，你就必须要。不再存有大西洋联盟这样的思考了，你必须要把你跟俄罗斯的关系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你一定要处理的，因为俄罗斯也是欧洲啊，你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单纯的外国啊，不是啊。那第二个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啊，因为你又没有在跟中国争霸，你又没有像美国那种可能会从第一名掉队的那种心理的忧虑啊。那你到底在跟着美国应和着什么呢？你应该从这个逻辑里面要去得到你如何跟俄罗斯正常交往，然后跟中国正常交往，来分析你的利弊得失嘛，这样才是站在欧洲本位的思考嘛。我认为这种思考欧洲也一直有啦，只是说一直没有好的领导人把大家给集结在一起了哈，所以这次就考验马克宏了嘛。因为之前梅克尔，我认为那个北溪的天然气跟俄罗斯打通，就是一个空前的突破啊，那个让欧洲跟俄罗斯整合成一块那所以美国跟波兰都是反对的，从头到尾都反对那。后来北溪就被炸了嘛，因为俄乌战争嘛，所以目前这个局面，你不能够单指就现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后，还有北溪被炸之后的欧洲来思考欧洲问题啊。你应该从梅克尔那个时代历史一路这样往下看，你才会看得比较清楚啦。那我觉得欧洲人如果没有办法这样看问题啊，那恐怕自己就会受困在。美国的领导霸权里面啊，那
未来前途也是相当堪虑了，是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谈，是不是王毅和沙利文10个小时的会谈有结果了呢？看到中国在3月份是增持了美国的国债，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聊，一会儿见。好，我先谢谢一下大家的 donate 哈，谢谢我们刘一龙的 donate 说就爱三妹这一位，台陆要相互交流，三妹会月亮圆，还请多多照顾身体，谢谢。谢谢我们波的支持，谢谢翔的支持，谢谢我们芝的支持，谢谢正你的 donate 说朝鲜半岛在月底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吗？应该不会，朝不鲜，会啊！朝鲜今天照着他照到卫星照到他们在阅兵，在为7月份我的知阅兵道了，做准备。我知道了。因为那个岸田跟尹锡悦，因为尹锡悦去了 G7 嘛，应该把尹锡悦去 G7 当做一件朝鲜关心的大事来思考嘛，对不对？这样会比较合理嘛。好，谢谢正你的 donate 说三妹乐不思蜀哦啊，回来了啊，回来了，谢谢勇你的支持和 donate，谢谢我们的冠军的 donate，三妹有收到，谢谢 WJO，他说三妹教授好，近期佛州禁止中国人购房购地，未来科技竞争等各种因素，未来中国人在美国是否会被边缘化，成为被打压群体呢？未来中国留学生是否大幅度的减少赴美留学？目前是啊，没有错啊，现在就是如此啊，中国尤有其是学理工的，而且中国还鼓励学回归潮，就回流是啊。对回我流到事实中国上来去发展。年有1400名在美国颇有成就的这个理工的一些研究员回了中国啊，因为美国就是在对这个千人计划做。几乎是间谍式的拷问嘛，就是这样，所以造成坦白说，你如果是中国的理工人才，你在美国就时时都要遭到怀疑啦，就是这样啊。美国对中国千人计划的那种抓捕，我觉得实在是很无聊。这个晕君瑞的 donate 谢谢，他说昨天习主席举行仪式欢迎厄立特里亚总统访华，规格和马克龙的欢迎仪式完全对等，国家无论大小，中国都一视同仁。谢谢我们林宗达的 donate 谢谢，谢谢路过熊猫的 donate 谢谢大仁大智，欢迎这个三妹。三妹，我跟你讲一下厄立垂里亚。好。那个到中国最近有2个非洲国家，你不要小看这2个国家。好。这个厄立垂里亚，它在这个吉布提的上面，中国事实军上啊。就是在中国军港的上面啊。那这个国家，它虽然很穷，可是它也是红海沿线的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啊，所以这个事实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中方在吉布提设军港之后，可能要进一步在厄立垂里亚这个地方设置一些基地啊。那另外一个叫狮子山嘛，对不对，对？狮子山，那你也不要忘记了，狮子山在西非，就在几内亚的旁边。那几内亚也是外传，中国大陆可能在这个地方盖码头跟基地的地方，所以中国大陆是慎选吉布提跟几内亚作为东非还有西非的据点的代表，所以他现在是进一步扩大他的据点周边的接触，所以东非又进一步邀请了厄立垂里亚啊，然后西非又进一步邀请了狮子山，对，倒过来推，航母不对，你是这样才宅看得男，懂啦，航母不是宅男，出来他就是要去远航的，他需要更多的据点，中国都在一步步的布局了。稍等一下，谢谢大仁大智 donate 哦，我没有憔悴，我今天还是很信心百倍的跟大家做节目，谢谢朋友好的 donate，谢谢你，谢谢文轩的支持，想请教亮亮教授，对于《华盛顿邮报》揭露泽连斯基私下不为人知的一方面，比如说要攻击俄罗斯本土，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啊！就是你再说一下。最近的这个有一个揭秘报告，《华盛顿邮报》出来说，美国窃听到泽连斯基跟他的下属讲话，说要让他的这个军队去攻击俄罗斯本土，
这件事情你怎么样看这个新闻？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攸关泽连斯基被斩首的风险他没有必要了。因为我讲白了啦，这个俄罗斯如果对基辅要做斩首，如果泽连斯基真的是做了这件事那俄罗斯对基辅的攻击就不会只有无人机了，他可以用更重磅的炸药去攻击你的指挥所而所且，以我不认为泽连斯基会做这个事了，我不认为。但是他就是，而且这个消息是美国泄密的，说他有这样的一个不为其人知实的三优妹，点。我跟你讲甚至现在有一种说法了，说你认为泽连斯基真的可以完全指挥乌克兰的军队吗？这才是问题所以你去看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主要还是在这个去欧洲去做争取支持的动作嘛，不是，是吗？对不对？那乌克兰军队里面一定也有激进的派系嘛，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免的了，就好像俄罗斯也是一样，对不对？好，谢谢大人大智。他总结亮亮一周的风格，亮老师周一的亮点交锋都是学识渊博的表情，学识渊博是什么表情？然后周二三妹说亮话是谈笑风生，羽扇纶巾，结束后去少康听沈老。沈大佬的高见开始云游四方，晚上再去朱大那儿插科打诨。周三在绿野仙踪遇见美女莎莎，又开始眉开眼笑。然后周四亮剑台湾开始暴气怒冲。周五在秀林跟 Claire 那边求安慰，Claire 是谁呀、还是在山脉这里最轻松，对，因为这我们是妇女而且对言谈。之有物，言之有物，不像某个地方云游四方，哎，你小心给你截，给你这一段给你剪下来，然后送到谁那边去哦？好，谢谢。稍等一下啊，这个我们之后再聊。谢谢想的 donate，谢谢凯于詹的 donate。以俄罗斯人口来说，GDP 不差。亮哥怎么看？俄罗斯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寡头手里，却无法使用合理的政策推动资本运作国内的建设。黄俄派的思维模式还不如金正恩。金正恩是先求活，再求发展，这个方式和毛泽东是一样的。俄罗斯不存在生存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俄罗斯的黄俄派不注重于本国民生的发展，还有着争霸世界的迷思？俄罗斯事实上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啦，比如说中国大陆跟朝鲜都有庞大的国营事业部门嘛，所以你当然比较有机会来主导工业的发展那俄罗斯不是俄罗斯在叶利钦之后就已经变成寡头资本主义了，那只是在过程当中，普京做了一个扩大国家指挥。扩大国家控管的这样的一个反制的运动，所以打垮了一些寡头嘛，那可是又有新的寡头诞生那这个新的寡头，我讲白了啦，他们就是普丁的结盟者，就是这样。那可是他的本质还是资本主义啦，他的国营事业部门事实上基本上。跟这个民生工业的关系是很远的啦。我们在讲说黄俄派主导的就是军火工业嘛，还有强力部门嘛。强力部门就是警察啦、军队啦、司法啦这一些嘛。那基本上他们所结合的主要的国有部门就是石油那是问题是，所以有人讲了一个笑话嘛，这个类比当然有点粗暴了说俄罗斯事实上就是一个。有核武的加油站，你听懂吗？就说俄罗斯事实上就是跟沙特一样，没有做，你有很多能能源嘛。源，那你跟沙特的差别就是你有核武嘛。那可是你的工业很弱你的民生工业非常的弱而且过去你从来不注重，都是让直接外资进来生产，所以它长期就依赖。中国、韩国、日本跟欧洲的企业来投资嘛，那都没有本土的品牌你去看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东西是什么，你就知道了嘛。它没有一个像样的民生工业的品牌嘛。我讲的是工业农业当然有了
那有的就是什么望远镜啊，那个都是从军事工业衍生出来的嘛，啊，它的民生工业有哪一个是国际级的品牌呢？我们就没有看到啊，所对以不对？人家说俄罗斯一个老天爷赏饭吃的地方，这么多年来完全都是在靠自己的，就是能源出口、能源出口、能源出口养活自己。所以说，这一下就还是知道痛了，俄乌战争这一下哈。当然，这个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有现在，因为中国已经连续7个月的在减持美债了，有人就说减持美债、增持黄金是中国可能的一个大趋势了。但是在沙利文和王毅维也纳会谈10个小时之后，为什么？首先哈，想请教一下教授，为什么选了沙利文而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我去看了一下啊，因为沙利文曾经作为这个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副手的时候，他有发过一篇文章给希拉里，很妙啊，大概就是说要拯救美国的经济，那就让我们交换台湾吧，这是《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他当时呢哦，就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很了，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说有人就说他是不是以这种美债来跟台湾进行交换，这种务实派的代表。对此，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国在3月份是增持了美债，终止了这个持仓，终结7连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想请教一下教授，怎么样看目前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苏立文是引用了《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啊，那个文章大概是2010年啊，很早所了。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啦啊。是。那这个主要是因为苏立文他是白宫安全顾问，然后他的级别跟王毅是一样的，就是基本上他不是部长级啦，他是这个美国讲安全事务的2号人物啊。那王毅也是2号人物啊。所以是级别的问题，然后这个是一个非正式的编制，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意味着中美之间既有的编制内的沟通管道已经全部中断，包括布林肯的国务卿跟外交部长的管道，包括奥斯汀国防部长对国防部长的管道全断了，所以必须架构一个非正式的。这个叫做战略沟通管道，没错。那就表示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相当紧张的状态了，因为既有的建制内的管道都已经断是。了，所以必须要让这两位出来啊，因为这两位的沟通并不是建制上，是只是战说略他的的。对口，王毅是外事部主任啊，是。那也是副国级的干部嘛啊，那这个苏立文是就是。这个拜登身边的人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了。那你要知道，他们这个会开了10个小时之后，有一个声明啊，那特别提到说，这一个战略的沟通管道有必要继续维持下去就是啊。其他的不开，对，这就意味着既有的管道没有办法恢复，没有办法恢复啊，我就就不是知这道样。大家要去，我看很多人很乐观啊，中美之间要多好了呀，恢复对谈了。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他最后说要持续战略沟通这一管道，那就证明其他管道不开。现在还有消对，息传出来哦，说这个是华盛顿邮报还是纽约时报？我看到今天的一篇分析，他说王毅跟苏立文的这场对谈，就是在为11月份 APEC 习近平主席跟拜登总统的会面来铺路。哦，我不认为是这样，不认为，这我太认乐为观这个是了哈，美国自己在放话了，事实上，这一次会面完，中方新华社只有寥寥数语带过了。表示没有具体的成果了，并没有那坦白说了，我们说美国11月开那个 APEC 啊，如果习近平不去啊，那还有戏唱吗？如果习近平不去，那指派李强去，那你认为会变成怎样？那美国会相当没有面子我认为美国。不会用这个题目来刁难就说啊，你一定要跟我有场边会啊，
啊，不然我 APEC 不要让你去，不可能啊！啊，我认为美国不会那么笨啊！啊，而且十一月太久了啦，你知道吧？对。事实上，现在大家现在比较着重的是这个 APEC 的那个我们讲那个商那个其他部长的会议啊，大概在这个月底啊，戴奇啊啊，就对。有可能会见到王文涛啊。大家现在是先看这一步了，说这个月月底 APEC 有部长会议。那戴奇见到王文涛，那大概会谈些什么？大概是这样。好，那你觉得现在中国都开始增持美国国债了？哦，没有没有，那只是一天呐、啊。我跟你讲，那个美债不能够用一天来看呐、啊，不行啊，你要用每个月了，哎，要用每个月才准啊，哎。那基本上中国大陆是一路在减持啊，我不认为这个趋势会改变了、啊。除非美国有重大让步啊，那目前完全没有看到。所以说对于沙利文跟王毅的会谈，我们就且观察着吧，就是也不要保持着太乐观我的认为中国大心陆态。一定会要求在台湾问题上做具体的表述了。我觉得目前大概只有这个议题啊。如果美国真的做具体的表述，我随便举例了啊，比如说。他把不支持台独改为反对台独，哦，那这个就有很大的差别啊，哎，那可是美国会愿意这样表述吗？我不认为啊，所以目前还是卡住了，就是美方所认定的那个三公报一法还有六项保证，美国目前没有任何退让的迹象，没有。而且尤其明年初吧，台湾又要进嗯，行大选了，美对国应对，该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民进党泄气吧？我也不认为中方会有激烈的动作啦，因为你也可以看到台湾的各大政党的候选人，甚至包括赖清德在内啊，现在都在讲爱与和平啊，你知道吧？他也知道这个议题他碰不得啦，哎，就是这样啊。现在只要台湾岛内的议题或标题全是郭正亮怒接，郭正亮爆什么蓝白，我今天看到一个标题嘛，蓝白合作，郭正亮爆，他就什么什么，就是哎，反正就是太多标题都是你了。好，最后一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东盟峰会刚刚开完，刚刚开完，但是东盟很多国家呢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是有一些动作，我们可以值得来分析和探讨。首先就是泰国大选哦，在野党势力现在一是赢了嘛，他可能会组成新政府，挑战这个巴育清军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个挑战，这个是一个观察点，会不会对中国之间的合作会有一些影响呢？这个我们先打一个问号。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被作为李显龙准接班人的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黄循财呢是。到中国要进行5天的访问，他首先第一站去的是上海，他之后呢还会去到北京进行访问。中非关系我们都知道最近非常的剑拔弩张啊，不仅两国的海警船险些相撞，而且5月10号有说菲律宾的巡逻船有试图进入南海的仁爱礁，而被中国的海警5204舰当场拦截住，而且就现在哦，中国的19016号的拖船已经现身仁爱礁了，会不会把它拖走？这个我们还是在做观察了。但是就在海上这么剑拔弩张的情况之下呢，6月2号起，中国就要和菲律宾开始相互实施 RCEP 的关税减让了。教授，你怎么样看？因为这个关税减让实施之后呢，东盟才是真正的开始整合发力了。因为菲律宾是最后东盟十国当中最后一个加入和进入的，有60天的观察期嘛，刚好40天还是六十天，刚好6月2号就时间到了，开始正式的进行发力的阶段。教授，您如何来观察东盟这些国家最近的一些变化？我菲律宾只是要经过它内部的程序，然后就正式启动 RCEP 了啊。不过你可以看到，它在经济跟军事上是两手做法了啊。目前中方跟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还是蛮明显的啦啊。包括那个仁爱礁那艘破船，
中方已经有一条大的拖船在旁边等着啊，啊，对，那菲律宾就开出了海警船嘛，啊，是。那因为他那个海警船比较大，有4000吨啊，那中方目前那个海警船比较小啊，可是中国比4000吨大的海警船可多着嘞啊，中国大陆还有12000吨啊，所以我也不认为会真的发生冲突啦，不过现在就是先僵着吧啊，那另外一个泰国啊。泰国，你还不能够把它理解为政党轮替了啊，因为泰国是这样啊，它的众议院有400席，然后参议院有100席啊。我们现在只看到参议院的改选啊，对。那参议院的改选，这个执政党大概拿到110席吧，啊，110席，它另外还有政党比例席次啊，哦，所对。以总共它有机会拿到140、150席了啊。所以他并没有过半，那必须要跟其他的政党来组联合政府。议会没有过半。那所以这个他信啊，就是他信他妹妹的那个女儿啊，有可能会跟他组联合内阁啊。是。可是他联合内阁必须要到309席左，必须要到这个加上参议院，他必须要有将近350席左右了。啊，那菲那个泰国的参议院是军方主导的，是。所以泰国即使众议院发生了在野党胜选啊，并不代表整个政权就转移了，不是的啊，因为他的参议院还是军方主导的，而且另外还有一个泰皇啊，你不要忘了啊，他的行政权还有一个泰皇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这个第一大党的在野党啊，就是我们讲这个选上了这一位，他们是激烈反对对泰皇的不敬罪，对，他要修改刑法这一条了啊，叫巴塔，就是他要把它废除啊，因为那个泰国的对泰皇的不敬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他严厉到甚至还有终身监禁，有死刑啊，你知道吧？啊，对。那。这一些，因为这个新任的这一位，也许他会有机会当总理了哈。那他只有42岁，那很多都是年轻的朋友在支持他嘛。他实际上是留学你们新西兰高中在汉密尔顿啦，哦，这样啊，对，高中还没，反正他有这个激进的主张啊。那如何跟？其他政党还有军方主导的参议院来做协调，这个还要继续观察啦。啊，那至于黄循财啊，他应该就是未来的总理了啊。他目前是财长兼副总理啊。那他当然就是希望跟中国大陆有进一步的金融上的合作嘛。所以我们也看到他去参访这个。蚂蚁金服，蚂蚁金服啦，对对对，一时讲不出来啊。就是基本上中国大陆现在的金融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香港为考虑嘛。那新加坡当然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有所得了啊。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讨论金融面的合作了，大概是这样。是。好，所以说泰国方面应该不会因为改选或者是有一些政府方面的一些变化，跟中国的合作会有一些变这个数。上面我跟你讲啊，泰国是一个老狐狸国家啦。你要知道，它只有东南亚，只有泰国没有成为殖民地啊，它就刚好夹在英国势力跟法国势力中间，然后得到了缓冲区啦，你知道吧？是，那二战的时候呢，它曾经有一度亲日本，然后后来又亲美，所以。他在二战也是战胜国，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国家是个两面光的国家啦。就说他跟美国关系也不错，啊，可是跟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的深入哦。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中老铁路完成之后，那目前泰国已经跟中国大陆签了嘛，说是，要延续到曼谷嘛，对不对啊？所以。而且泰国军方跟中国、跟美国关系都非常好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国家不会一面倒，不会了。啊，
他现在甚至连美军的基地都拆掉了，他就不愿意自己太站边了啊。所以我认为不管是谁执政，应该还是维持两面光的状态了。那目前的经贸上，它主要还是偏向中国了，哎，那军方就是两面光这样的一个姿态了，对。吴钊燮当时去泰国，就是在被泰国爆出来他入境不吧？是吴钊燮，陈明通，哦，陈明，哦，对，陈明通，陈明通那个是吧？是，就泰应该就是，是被内部爆料啊，就是基本上他内部还是有比较亲中国大陆大的陆，力量嘛，是，所以就把他爆料出来嘛，就这样。对哈，谢谢 WJ 的 Donate 说，舍尔曼和米利将军换人，美国是否对华态度要缓和了吗？我觉得也很难说米利是鹰派了，主要是雪曼，雪曼是个鹰派没有错啊。那可是雪曼是因为年纪太大了，他已经73岁了啊。不过我们这样讲好像对拜登不太敬了啊，就是，拜登再怎么样年纪也比雪曼大啊。雪曼应该是觉得累了啦，想要休息了啦啊，所以这个布林肯就有任命一个新的副国务卿的机会是。嘛，啊，那当然要看未来怎么做，重点还是在布林肯啊，这个父亲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是，还有更不敬的凯于詹说：“亮哥，中国会不会给老拜大礼包，让老拜赢下选举？等他做不完第二任挂掉，让那个印度裔女人代理几年？”指的是那个哦，贺锦丽贺相锦当丽啦，可贺锦怕哦，丽这啦，贺个锦丽啦。贺锦丽，我最近看到她一个视频啊。从头到尾不知所云啊，真是可怕极了。你小心，到时候又有人给你下标题：“亮哥震惊，某国副领导人不知所云。”好了好了，谢谢我跟谢你讲，谢，拜登了不起是暂时的不知进入所一云，种这个恍惚状态。是，贺锦丽是从头到尾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哦，真是是太哦，可怕赶快传给我欣赏欣赏。好，谢了。谢 Air Force，好，啪，我手机差点掉，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亮哥，谢谢，我们下周二再见喽，拜拜拜。拜。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三妹说亮话，谢谢大家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当然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周三会有什么呢？也是会有三妹给大家带来新的节目，会有我们三妹和蔡正元博士为大家带来三元小课堂要开课了，希望大家准时搬好小板凳，拿好自己的小笔记本和小笔，和小笔，然后坐下来一起听蔡正元老师上课。我们就明天。北京和台北时间12:30，对，12:30。然后，如果是新西兰时间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不用担心了，我们会同一时间跟大家播出的。大家明天记得12:30来看我们哦，拜拜。我们的导播已经很久不记得，我要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聊聊天儿。直接把麦就给我闭掉了，谢谢大家，大家麻烦先帮我们按赞好不好？周四有节目，周四还有节目，所以说以后大家会，周二有三妹说亮话，周三是三元小课堂，周四呢是有三妹会签歌，大家就周二、周三、周四记得来捧捧场，好，记得帮我们按赞。对，这个 Loose Stone 说一个星期三个三妹，对啊，因为我叫三妹，我应该有要跟大家见面3天才合理，对不对？哦，这个 Bruce Chu 好，我现在悄悄截图，我现在截图，然后一会儿发给亮哥看哈。三元小课堂，有人问我们，Tina 问我们，三元小课堂是已经接了三元牛奶广告了吗？没有。还没有广告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请联系我们。哎，没有，因为为什么叫三元小课堂？然后我是三妹嘛，然后是蔡正元博士嘛。蔡正元博士呢有一个栏目叫做历史大讲堂，我觉得就致敬老师，我觉得就是致敬老师，我们这个节目就叫做三元小课堂，就致敬老师的历史大讲堂。就这么来的，也非常感谢，当然也非常感谢朱大那边的好朋友们，因为我在跟朱大直播的时候，有跟大家有预告说，我跟蔡正元博士要有新的节目，有非常多朋友帮我们想想标题，什么三菜一汤啊，
三元什么呀？反正就挺谢谢大家的。文说3天摸鱼，4天晒网嘛，4天要充实一下自己的大脑。音浪说想念三妹可爱的蛙呀蛙，大家请赶快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订阅我们。到达20万的时候呢，我悄悄告诉大家，会有三妹跟亮亮教授，给大家合唱《你最珍贵》。虽然说这个是10万的时候欠大家的，因为是欠大家的，所以说我跟亮亮教授后补了一个20万的大礼包，就是我跟亮亮教授录一个哇呀哇哇呀哇，所以说等我们20万的时候一起给大家放好吗？WJL 他说：“三妹是要和蔡教授谈政经吗？美国如果一直对华裔打压，你说我们这边是不是该搬去新西兰了？”怎么说呢？现在新西兰都润去澳大利亚了，因为新西兰，只要你拿着新西兰的护照，你去澳大利亚的话，待满2年没有任何限制，你就可以换成澳大利亚护照了。因为现在新西兰物价挺高的。所以说，很多人就想说，房价也挺高，物价也挺高，就是说澳大利亚工作机会更多，房子好像更便宜，就搬去那边。但是我是觉得新西兰对于华人来说更友好，对移民来说更友好。对啊，Lucy Dong 说怎么只有 2.5K 的按赞？对，麻烦大家把赞按起来，和赖教授一起唱哇呀哇。因为赖教授不是那一派的，你知道吗？我让赖教授跟我合唱《你最珍贵》，跟让赖教授跟我一起跳哇啊哇，我们敢录，你们敢看吗？对不对？咱们就是说，我们要双方舒适的。赖教授就让他好好的，就是一非常非常正面、非常学者、知识派的形象，帅帅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就好了。赖赖教授反正就很可爱啊，唱唱歌，就是录一下哇呀哇。大家也觉得他很可爱，对不对？test test 说有啥不爱看的，我还敢点赞呢。新西兰酒店有大火，好像10人丧生吧，今天还蛮大的新闻。亮亮会唱哇呀哇。会唱啊！我给你们看，我们都录好了，已经都制作了，所以说赶紧冲冲冲20万，好吧？这次我先放一点儿，先给你们看看一个小图，然后跟大家确定我们是真的是有在给大家录，好不好？可以看得到吗？看我们已经录好了，哎，我怎么有点反光？录好了。好，大家赶紧按赞啊！赶紧不是按赞，赶紧点订阅啊！订阅，拖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订阅，好不好？我们也是有任务在身的。百烂王问我什么时候要再跟朱大做直播，他没有带我吃帝王蟹。对，都是因为亮亮教授，亮亮教授估计有他的考量。他就说：“哎呀，就是下次，好。”Test，我没有一九零，我没有170啦，我身高只有162.5，但是我对外都谎称165，大家都知道。好，放几秒钟，对啊，放了几秒钟。华人 Levin 六说：“华人电视台能盈利吗？这个大环境替我们着急。只能说就是生存，先存活下来，就是等存活下来之后呢，你才有新的希望，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 YouTube 也算是我们新开的一个平台，也有新的一些，就每次的流量啊，也会带来一些收入。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人嘛，总是要找找出路的，对不对？”感觉腿好长哦，那可能是，那个摄像机的角度架得好，我只能这么说。放完了掉粉算谁的？你的这个问题我得好好思考一下，那就浅浅的算在亮亮教授头上吧，
因为它太可爱了，太腻了，腻得大家都受不了了，只能这么说。赖教授年轻时候还参演过电视剧呀、啊？哎，对对对，好像听说过。好了好了好了，朋友们，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我们周三，因为我回去哦，明天我跟大家说说我准备了哪些话题，想要跟大家分享。明天想跟大家聊聊中国和越南在万安滩对峙的事。如果明天聊不了，我就放到周四讲好了，因为觉得这个事儿也蛮大的，因为毕竟今年是中国南海行为准则跟这些国家签署，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年。美债的事情想要跟蔡博士聊一聊。还有蔡博士特别想讲一下，就是海参崴的前世今生的一些历史故事，我觉得明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准备了对日本安田文雄有上《时代》杂志的封面，说日本要走向军事大国，但是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标签他不认证。我们来看看，东北亚一些局势啊，或者是中国看看能不能出岛链呐、啊，一系列的一些布局，包括美国。在中国出了第一岛链之后，他又该怎么样布局的一个分析？还准备了哪一些啊？脑子是一片混乱。哦，还有就是，大家回去看一看，因为我是成都人，成都说天府绿道要退林还耕了，就是天府绿道非常大的一片绿地，现在说要把那些绿地给挖了，把它变成耕种的地。我看到非常多的绿媒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有很少的其他的媒体在讲。明天，因为蔡博士有一份机密文件，他有一份很详细的一份文件，他有进行过解读。我想明天刚好放在这一趴，让蔡博士一个比较专业跟看过一些文件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中国的一些可能粮食策略也好，或者是未来的一些发展，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大概就这些了吧，也欢迎大家哦。明天节目播出完之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在三元小课堂下面给我们留言，敲碗一下您想要听蔡博士讲哪一些方面的一个内容，因为蔡博士历史也很好，经济也很好。哦，明天还要讲芯片问题，OPPO 最近不是突然宣布平地一声雷，停止造芯了，想要请教一下蔡博士。就是说，中国可能自主手机厂自主造芯的这条路有多难？蔡博士直播像演讲，没事儿，我尽量跟蔡博士配合。蔡教授节目几点？蔡教授节目是北京时间12:30，所以说大家，因为 WGO 你在美国啦，你换算一下成，你看你在美国哪个区的时间，好吧？Neo 赵，欢迎三妹来澳洲。好，我去澳洲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好不好？好，Lost Stone 说我要多准备，更多引题给蔡博士。对，好，我会准备很多的议题给蔡博士，尽量讲一点，可能就是有一些大家会感兴趣的一些议题，经济议题。大家听了我刚刚的题目，是不是觉得一个小时不够蔡博士讲？没事儿，如果一个小时蔡博士讲不了的话呢，我就把军事那一趴挪到周四，听听谦哥讲，好不好？谢谢亲爱的大家，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谢谢大家。